Working
being the not-for-profit sector, the for-profit sector within government. Consulting is a really, really fascinating career. How many of you are thinking along these lines for your career in terms of wanting to be consultants? Yeah, okay.我现在已经回到家了，刚才跟我朋友就是下课之后我们就去吃了一下巴斯最有名的炸鱼薯条，那家真的蛮好吃的，我已经去吃了第二次吧。对，然后呢我现在准备要洗一下衣服，然后洗完衣服之后要来继续剪影片，因为今天应该要上一个影片，然后再来还要做什么还要就是修改一下要给 Charity 的影片，对，然后对，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刚刚回来的路上，我去买了这个鹰嘴豆的罐头，因为我想要试试看，就是把鸡胸肉切成泥，然后跟鹰嘴豆合在一起去煎的那种肉饼的感觉，对，所以晚上想要试试看。那就先这样，我就先去洗衣服，然后剪片，然后大家再来吃晚餐。我现在超级想睡觉了，不知道为什么。好，那我刚刚已经把衣服拿去洗了，然后我现在准备要来剪片。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这一次呢要做一个喝水的挑战，因为大家很常在底下留言说Audrey 你都没有喝水，你一整天都没喝水，很不健康什么的。所以我想说我这一次呢来做一个喝水的挑战，因为我这一次在意大利的那个摩卡壶专卖店看到了这个水杯，然后它很便宜，所以我就想说我把它买回来做喝水的挑战。所以这一个我刚才测过，一杯装满差不多是 450ml， 然后人一天最少要喝 2000， 所以我一天最少要喝5杯，然后我今天才刚要开始我的第一杯，所以希望我今天可以成功喝到2000公升的水。好，那我们就现在剪片了。我刚刚去烘衣服，然后顺便去看了一下信箱，然后我发现有两张寄给我的明信片，谢谢你们。我看一下它第一个开头我就看不懂， Libby Audrey， 这个应该是从德国来的读者。谢谢你，这一张明信片质感超级好的，谢谢。然后下一张是从屏东来的 Donna， Donna 国考加油 ，OK， 国考加油，加油。好，那我现在就继续来剪影片，然后等一下回一下信，对，就这样子。喝完了。第一杯喝完了，所以我们现在继续来到第二杯。然后我刚刚去拿我洗好的衣服之后，我看到柜台有摆这个，好像是有人今天走，然后他就做了一些这个好像是肉桂的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然后我想说看起来蛮酷的，我就拿回来吃吃看。嗯，哇，这个人的烘焙技术应该蛮厉害的，吃吃看呢。嗯，最好 Google 有点像司康的感觉。嗯，这个很好喝。我把第二杯水也喝完了，所以我们现在继续来喝第三杯。好，那我现在差不多，我已经剪好一支影片，然后台湾时间早上9点要发，然后我现在在做就是第三波抽奖的贴文的那个图。大家有发现它的那个，我故意把它设计成就是会连在一起的嘛？对，那我现在想说先来煮饭，嗯，就是把白饭煮好，然后大家就可以吃晚餐。嗨。我后来想一想，我今天有点想要喝地瓜牛奶，所以我想说我先来蒸地瓜，然后地瓜蒸完之后再来煮饭。那因为我现在刚也在蒸地瓜，所以我还要一阵子才可以吃饭，但是我现在实在是有点小饿，所以我想说要来看一下这个 Snack Bears， 这个是他们寄给我的公关品，然后它就是像那种就是一个月订阅的那种零食箱，然后它的国家有Asian Snack Box、 European Snack BoxNorth America Snack Box and more， 就是有不同国家的，然后我不知道他这次寄给我的是哪一个区域的，但是我想说我现在就来开箱试吃看看。然后这个小熊超可爱的，我们来吃吃，实在是太饿了。那关于这个零食箱的资讯，我到时候再把它放在底下资讯栏，如果大家看完我开箱觉得有兴趣的话再去下面看。 OK， 嗯，噔噔噔噔噔，好好奇是哪一个区域哦，我希望是就是韩国或是日本的，因为我蛮喜欢吃亚洲零食的。哎呀，我这样看不到是什么。哦，还有卡片，好可爱。哇，它上面是手写的字耶，好用心，谢谢 Snake Bears。 哦，这感觉是泰国的吗？哇哦，这个我可以。那我们一一拿出来，然后我挑我想要吃的来吃，因为我等下就要吃饭。这个我有点兴趣。然后这个是 Honey Soy Chicken， 哇，这个是那种韩式炸鸡吗？那我对这个有点兴趣，有点想吃这个。然后还有软糖，这个是那种酸的，然后它有水果口味、凤梨口味，然后还有这个营养棒，这种看起来好健康哦。它里面哦，它是 yogurt, fruit and nuts。我朋友说 yogurt 的这种营养棒很好吃。Smush protein ball， 它是要督促我去运动的意思吗？它怎么送我这么多就是运动人会吃的东西？可是整体看起来还算，这样算营养吗？然后这个是 coconuts 的巧克力，哇塞，这看起来好厉害哦！我好像知道这个牌子 Tim Tam， 忘记是在哪里看到的，我好像看过这个牌子，反正就是焦糖口味的巧克力饼干，看起来也不错。然后这个是 light and tangy solace， 这感觉也是蛮亚洲口味的。然后这个是什么？这应该是 cheese 饼干。好，我先看一下卡片有没有说这是哪一个国家，因为我这样子实在是看不出来，大家觉得是哪一个？我真的是，哇，里面是手写的字哎，好用心哦，大家看。Just a quick note, please place the chocolate bar and Tim Tam chocolate into the fridge for a few hours before eating. They taste like heaven. Seriously?
他们说这个 Tim Tam， 然后还有 Tim 跟 Chocolate Bar 这个吧，要拿进去冰箱冰，吃起来像在天堂一样，有这么夸张？好，然后他们说 Hope you enjoy them as much as we do XOXO We'll touch back soon Sharon Thank you Sharon, love it。然后这个也没有介绍说这是哪一个国家的，然后这个就是他们的 DM 哦，这里这个有啦，这个是 Australia， 这个是澳洲的，我想要吃这个，我想要吃这个，他说这个是 Red Rock Deli Honey Soy Chicken， 哦好香，它里面长得还蛮就是正常的洋芋片的感觉，嗯，好吃耶，它的这种它的脆片不会到很硬很硬，但是也不会到那种入口即化，我觉得是刚刚好的那种口感，然后它的酱也非常的刚好，不会到太咸，但是也不会到完全没味道，这可以耶，嗯，接下来我想要吃吃看这个 cheese 的，嗯，香，噔噔，它是一个澳洲的图案耶，好可爱哦，呵呵，嗯，它的去只是那种很深层很浓的那种深层浓去，大家有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就是它不是那种很肤浅的那种 cheese， 它是很有深度的 cheese。然后啊，我刚才看了他们 DM， 发现他这里说这个是 this month， 就是澳洲。然后他这里还会有一个预告，就是他下个月会是 European 的 snack box， 我觉得还蛮酷的。再吃几个，嗯，最后来吃一下这个软糖。饼干不能再吃，饼干再吃我真的不用吃晚餐。这软糖我也好期待，我很喜欢吃这种酸酸的软糖。嗯，它是有夹心的软糖，但是它的那个软糖，我会希望它再更 Q 一点，但是它的味道还不错，所以也算可以接受，不雷。再吃一个，那我们把巧克力拿来冰，晚上饭后就可以吃了。OK， 然后我的地瓜好像也好了。哇！
wanna lock in your love. I think we're close enough. Could I lock in your love, baby? I feel we're close enough. I wanna lock in your love. I think we're close enough. Could I lock in your love, baby? Now I've got you in my space. I won't let go with you.我现在呢正在搭 Uber， 然后要上山去跟公司开会。对，我现在因为没有吃早餐，有点饿，所以我想要吃这个。我高中同学寄给我的巧克力脆片，我超级喜欢吃这个，这里就没有，这个超好吃。You have to pay, so can I use the voucher? So you need to like finish your order in that one time. So I asked for price. 欢迎大家，我回到家了。今天呢是我们见，就是因为我们第三学期是要跟企业，然后还有跟 charity 去 run 一些 project， 然后今天是我们跟企业见面的日子。那一开始我其实不太知道我们合作的这个企业是什么，就后来今天听完之后才发现他们其实是在，就是我以为他们是一间小公司，可是后来发现其实他们合作的厂商都非常的知名，他们叫做AKQA， 他们甚至有跟就是 Nike 就是有合作过，而且他们的那个 partnership 好像是20年之类的，然后有合作过像 Volvo 啊，或是一些很知名的企业，所以我就觉得天啊，就是好荣幸可以跟这种就是 agency 就是合作，因为我也没有接触过就是这类的，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机会，对，所以我觉得应该会蛮好玩的啦。那我现在要回一下厂商的信，然后看要不要来剪个影片，对，就是先这样子。今天差一点点忘记我的喝水挑战，现在已经下午，晚上快要6点，我一杯都还没有喝，完蛋了，今天可能没有办法达到2000。
从属王妃，就算他册封了，也管不着军中的大臣跟本将说话，你诋毁就行。现在要来吃吃看，就是昨天收到的那个巧克力，他说冰过之后就是像天堂一般的滋味，所以我现在来吃吃看。嗯，没有到天堂那么夸张，但是还蛮好吃的。上山去开一下会，我就把我的早餐拿出去吃，因为我要跟我同学一起打 Uber。回到家了，那我现在想要来睡一下午觉，因为我真的连续好几天的早起有点累，所以我想说先睡一下午觉，然后等一下要去开会，然后开完会下午还有一个就是活动，再带大家一起去看，那我就先去睡午觉了，拜拜。嗨，我睡起床了，然后今天也要实施喝水计划。最近喝蛮多水的，可是我好像快要感冒了，所以要再多喝一点水。那现在准备要去开会。现在有点小小的下雨，我遮一下镜头。然后我刚刚开完会，我现在准备要去菜铺，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今天有一个活动要参加，那我们就准备去吧。到了，在这里，它就在 Southgate 的主街上面，这家店超可爱，叮叮。大家我回到家了，我刚刚就是去 Typo 选了一些东西，因为他们的公关联络我，然后就是说我可以50磅的扣打，然后去他们的店里面选购，所以我刚才就去 Typo。 不过我现在有点太饿了，所以我想说我先吃完晚餐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 Typo 拿了什么东西。那因为我觉得我今天好像应该是感冒了，但是就是不太舒服，就是我今天早上起床我满身都是汗，就是很就是整个身体都是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最近那个天气变化太大，就是我去意大利的时候还很热，然后回来之后突然大爆冷，对，所以可能是这样就感冒，就是我很明显感受到我的喉咙很不舒服，
对，所以我想说我晚上要来煮粥，所以我刚才路上就去Tesco 买了一下这个应该是鸡汤吧，然后还买了鱼板，超酷的鱼板，然后还买了鲑鱼罐头，希望可以顺利打开，然后还买了我菜，对，所以我现在准备要来煮粥。好，那现在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在 Typo 拿了什么东西。大家一直以来一直很常问我这个仙人掌杯其实就是在 Typo 家买的，那我觉得他们家的东西都超级特别又超级可爱，所以如果是想要送礼啊什么的都可以在这家店走走看。那我这一次呢，它是让我在一个系列里面选，然后有50磅的扣打，那我有这些东西，
噔噔，我总共拿了四个东西。首先这个就是笔电包，然后它是拉链很好拉，然后里面是有那种鸡皮的软垫的这种，然后这里也都可以放东西，可以放充电器啊、滑鼠之类的。然后再来这个很好用，这个呢是去机场可以用的包，它打开之后是长这样子，这里就是可以放卡夹，然后这里是可以放护照，有没有？然后这里呢，这个是可以放机票。然后再来这个东西很酷，再来这个东西是洗澡的时候可以挂在墙壁上的喇叭，叫做 shower speaker。 那我等一下晚上就是等一下去洗澡的时候想要再试试看。它的纹路也非常漂亮，是一种宇宙的那种星空感。可以，它打开之后呢，这里有一个 USB 的充电线，然后这个就是它的，哦，它是这种吸盘式的，那我就不拿出来给大家看咯。反正就是用蓝牙喇叭那种原理。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笔袋，所以这个就是我这一次在 Typo 拿到的东西。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现在把这个装到我的浴室里面，大家可以去看看。看他按下一手是怎样。